们在拍天台那一天其实非常的热，但是台词的提示就是它是肉咖嘛，胖胖啊。到底浩天你是如何胖胖？就等阿晨在线回答。拍片是没有太注意，而且我们在拍天台那一天其实非常的热，但是台词的提示就是它是肉咖嘛，胖胖啊。喜欢我什么？你有肉咖啦，胖胖啊。其实这个问题之前也有人问过我说，他到底是胖胖，到底是怎么样胖胖？我说其实正在拍戏的当下，你很难真的注意到这么多细节。邱泽和徐维宁因合作国片《当男人恋爱时》被传出蜜恋，对此他出席香水活动时首次回应了。我觉得交朋友事情随缘吧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这个新闻出来时，你自己有互相联络在哪里？我会送一罐香水给他。这个英国梨跟小苍兰的味道，我觉得很适合，也很适合戏里面的浩土。对自己也是喜欢胖胖的女生，喜欢。那你喜欢什么样味道的女生？英国梨跟小苍兰。平常是有喜欢闻香水的人？喜欢，因为我觉得不同的味道可以转换不同的心情。那有一些角色确实也会，我会挑一款它的味道来帮自己跟那个角色建立一些连结性。对。是有人曾经说很喜欢你身上的味道吗？我会因为看去哪里，然后不同的场合。喜欢我身上的味道吗？没有这么直接说过。哎，那好香哦，会不会很奇怪？对，太直接。属于邱泽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？我觉得今天这个英国梨跟小苍兰，我自己很喜欢。对，我喜欢这种淡淡清清的，然后一点点的清香味。是我会习惯换完衣服之后再自己跟一些喷香水，因为那个香味会拓到其他的衣服，然后就感觉可以整件都香香的。是说第56届金钟奖即将来临，邱泽却无缘以台剧《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》入围，成为本届遗珠。我觉得奖项的事情也是随缘了。对我来说，你唯一能够尽力的就是拍摄的那个当下。那我们都很认真的把作品做到最好，能不能入围或者是能不能得奖，对我来说像是礼物，那是一种肯定。那礼物给你的你会很开心，但是人家没有给你礼物，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子觉得有所抱怨，或者是对。我觉得因为拍摄的当下我们都已经很努力了。很期待今年金马奖节有机会入围。期待啊，台北电影节也很期待，台北电影节会先到时候再麻烦大家帮忙加油打气一下。